咁样送礼好靓啊！但系嗰阵咧，佢都话唔可以即刻食噶，因为咧，佢问我哋几时有得可以试雪柜，咁我哋同佢一个钟度啦，咁佢就可能比较硬啲嘅我哋咯。好细个其实，好似月饼咁啊，嗰啲冰皮月饼嘅 size， 一个大概系25蚊左右啦。就咁买一个几钱？佢冇得就咁买一个嘅好似，但系咧佢有得连埋雪糕加咯。佢有一个北海道5.4嘅牛乳雪糕啦，咁你可以加25蚊就加到呢个芝士蛋糕咯，一件。哦，即系放落去个雪糕度。冇错，原来噶。其实呢间应该系一间日本北海道嚟嘅铺头嚟嘅。又系过江嚟噶。好似之前咧，其实喺香港嘅尖沙咀都有摆过嘅，但系而家就冇咗啦。其实呢个我哋已经偷食过噶啦，原味系咪？系啊，因为我哋去到嘅时候咧，其实佢有得试食嘅，咁佢就滗咗一羹仔俾我哋咯。我哋而家都再食多一次先。系咯，因为嗰个好细啖啫，试唔出嘅。呢个都好细啖添，试唔出嘅食两嚿。每日啊嘛，超好食喎，好好食，同我第一刻食到嘅感觉一模一样咯，非常软滑。你一大啖咬落去咧，佢中间系好淋噶咯，好似会逼晒出嚟咁样噶咯，嗰啲芝士蛋糕。咁我眼唔好移望用手指，因为好唔反光嘅餐具，即系真系好软好软噶。系咯，系劲化噶咯，喺个口度。劲唯一嘅缺点咧就系太贵太细件。真系啊，但真系劲好食喎，好好食。哇，咁样四个系四啖搞掂咯。系啊，佢一啲都唔漏噶。点解好易好食成咁嘅？唔知道你个感觉系你食紧空气，但你会觉得哇好浓芝士香。系咯，芝士本身好腻噶嘛，但系食呢个又唔会咯。你试下中间揿落去，大家就唔好咁介意啦。即系你睇下几得意，系好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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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嘅，好推荐。好想试埋其他味啊！佢食完之后都好好味嘅。系咯，个底原来用翻呢个公仔嘅。好似都加片咗。如果你写 I love you 就好。虽然话廿几蚊个啦，但系每食一个都系一个享受咯。好多谢大家睇晒呢条片啦，有关呢条片嘅资料可以喺下面呢个 box 度揾到。如果想睇更多影片嘅话，就记住订阅我哋，同埋揿埋隔篱个 bell 啊！拜拜。